一开始火拢翕伫枪房个内底咧烧，乌色个火粉冲天。消防人员伫现场布置数条个水线进行降温。不过枪内堆放大量容易着火个物品，整个枪房拢陷入大火当中。做个拢做个成品俩，半成品，半成品，啥物款个半成品？我旁边啊，都是这个靠边，这个靠边，这个。那有大家没人嘛？不，塑胶半成品，半成品啊。火力加载，今仔日是假日无上班，内底无人员受困。工厂的负责人表示，今仔日利用假日来进行机器的维修保养，过程当中竟然着火。这是以前安怎发生的？你修理机啊？修理机啊？去喷掉？修理机啊？去喷掉的哦？喷掉啥？喷掉对，火炮的。大火在风势助长之下，愈烧愈大。为着防火的隔壁工厂，烦恼受到大火波及，赶紧派人搬出大量的物品。业者看到大火强强要烧过来，埋怨消防水线伤少，非常的不安。是惊迄大条紧的，甲物件包走呢吼？哈？惊火倒过来安尼？因为迄有关系到阮的。我只好讲袂出。因为大火非常的恐怖。未少伫附近工作外劳朋友拢前来关心，担心万一工厂若受到波及，可能会无头路。11:30，11:30的时候，对啊，你们是在隔壁工作的？我们在后面了。后面哦，对啊，同工厂啊。不是，那个时候我有上班。大前天有大吗？火有很大吗？刚刚啊？有啊。这场严重的火灾烧了真久，青天的火焰连到了都拢看会到。轨道消防人员仍是在努力抢救当中，不过受灾业者，这次将损失惨重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